带来越剧《沉香扇》精彩选场。
鸳鸯行万宗，听真妇女一洞府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好秀丽的笔法，真是不像乱字水无笔。这夫作是谁？小姐，你既来之门，就该这恩子，何故私为文聘的受周子？如今交笔设置，我怎会不招来之哦？修道鸳鸯行万宗，听真不女。一洞府，小金呀，你来对西门。
得到外冠军啊。就想困觉，困到个死觉比你更加哟。冰封二面有草，我常常去捉他个黄粱梦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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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Thank you.
记忆请
小计。灭亡。丞相，这苏东进鬼吧？哎呀，小姐，你看，这王丽子用我祖母儿子，万一让他灭亡，我不说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嘞？今天
是结缘。嗯，从前是结缘，现在是疏通。哎呀，这便是何是好呢？啊，小姐，什么是何是好啊？哎呀，才想呢，小姐，人家只是为侬终身而来吗？侬再答应他吧。这个美人与我才相劝。想孙绵婉小姐，谁曾与公子？多谢小姐。阿卿，随我来。叫一声嘛就好嘞。外面谁在叫门？老夫人一道稻香过来的，打开门。哎呀，面子上屁屁啪，啥东西倒翻了？打开门。我要七老八十岁。啊，母亲，兄长今往何时？只为女儿终身踏实。小弟终身说，啊，女儿的终身晚早得很嘛。乖乖，谁出差？哎，遇到是女大当家，一定要吃父母心思。主子，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站着，乖乖规矩都你儿子。好，这是差翁一个毕节嘛。哎呀，阿娘哎，你这气啊气！好端端为啥要气死啦？弄到差翁这狗在哪里？那总是在书房了，在阿妹房里。啊！弄东山寨，弄东西寨，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吓死我死哦！嘿嘿，为什么吓死我死？阿娘，侬来看，阿妹觉得熬破人，才想一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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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大黄金。耶，才想，那么那个。那个杀鸡个那东西啊！老夫人，我来了八年死的。哎呦，只有四年两头，哪有八年死的？小姐四年两头，我四年两头，我拼起来么子八年死的。恐怕我要加倍嘞！啊！你反正就是阿娘，这为啥有水仙啊？这猜想啦，这我为啥？啊，两只猫。
从来没做过各种事体，还哪位也是头一遭。听要闻名鸟音，这是差我英年这个高拿出来，那阿妹要臭名远扬，那不在京做过嘛，还要为父扫地。不对，就是侬做阿哥个嘛，搿张脸皮薄出去，还要把侬个同窗好友师兄师弟，这个要落个擦擦，送款是万万送不得个。怎么就我当身啊？哎呀，老爹。我当什么？真是谁姑啊，谁姑？耶，谁姑啊，谁姑？老夫人，侬是七十年的大姑孙哦，跟说话不切在王八娘子。谁姑谁姑？遇到是举人一名，身上好七级无毒。阿亲啊，侬看搿个小夫子，赤乌家个头发，西北家个嫩肉。当时是不舍得个，葛么阿母娘，搿伊侬个主意呢？那伊娘个主意嘛，放差我回去，那阿妹保全了名节，那不做官照样威风。侬做阿哥个嘛，也不用再道气。那万事落去嘛，我差夫五没介别事体，葛么好在？不好，那有介便当个事体，当上放上。